各位朋友，哇，每次出去旅游或者出门呢，金价肯定涨，这好奇怪的。现在2700多，所以这些，行运红手绳都是以前2000块的时候的货了，所以现在，我们没有涨价，还是老价钱，而且是比以前还要性价比高。OK， 这个五帝钱卖的最好的了，150一个。150一个，如果这个五帝钱接三壶就180。我们有些朋友 ，I love you， 150。哇，这个一个的60块，88，这个要看大小，龙150。点赞68，这些本来168，现在150了。牛去年的价钱，所以牛，这个是150，三壶跟貔貅，这个是三壶跟三个牛，168。这个应该是兔，三个兔，130，150，三壶跟一个金的金花，150。这三壶一个150，本来168，现在没有涨价，反而减。牛150，因为这是以前的价钱，这个银的，这个就60。这个就128，这边不是金的，这个是金，24K金，三个老虎168，150好了，这个也是150，大貔貅150。那现在金价已经涨了很多了，那首先是这个是牛，128，50。银的50，这个九十，128，牛还是龙啊？150，这个老虎150。150都是几年前的价钱了，对。520，150，老价钱了，150，现在金价涨了30%多了，130。那这个龙150，这个很好，150，反正这个一个就60，这个兔子。180，这个很厚的。老虎150。十全十美130。150。这个两个90，牛。本来168，现在150，牛。这个执子之手，以子偕老，130，有红色的，有那个一对的。这个也是龙，150，龙。这个150，牛60，一个牛就60。还有蓝色的线，130。所以大家写借钱的时候也把借钱写下来，反正就全力推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卖的最多，150。
这个是130。这些都是老借钱啊，这个就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红跟黑的。这个199199，南红的花，128128，老鼠138138。好的，暂时就播这么多啊。其实很多款的，不过就是一下子没办法播那么多。这个168只有一个，明年肯定贵得很厉害的了。对，大家喜欢的先买，我先买。这个龙哦，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播。这个龙其实也很好，150，古龙。这个就平的38，古龙这个非常好。有黑绳、白绳，好，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请订阅频道、加微信，谢谢大家。